亲爱的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我是北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小雨姐姐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儿童剧场观看第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演出。来，请苍穹乐园的四位好朋友上台，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们是经常能够在电视里面见到他们，那下面呢，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们。哈皮蛋，哈皮蛋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喊出他的名字，哈皮蛋。Hello， 小糖蛋，让我们一起叫他的名字，小糖蛋。猪油蛋，可爱的猪油蛋。吃的猪油蛋 ，Hello， 好，还有我们的胡经理，大家叫他胡经理。那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他们四位当中的哪一个呢？喜欢小糖蛋是吗？哇，粉粉嫩嫩的，很可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四位好朋友将带领着大家去周游世界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请你们伸出双手，让我们摆动起来，跟我们四位好朋友一起跳舞吧。 Let's go。充满着
则是最有雅出名的哈皮蛋。我最喜欢冒险喽！等一等，要带大家到非洲丛林冒险哦！哦呦呦！大家好，我是可爱、梦幻、气质美少女小糖蛋，和我一起到最浪漫又梦幻的国度希腊，一同寻找爱神丘比特吧！冒险、梦幻又不能吃，还是和我一起去吃好好吃的台湾水果吧！想到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哼，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小朋友。胡经理，我带大家去神秘的月球。啊，月球！没错，就是月球。不要怀疑。哦，先不用说这个月球是真是假，那每一位好朋友他们要去的地方都不一样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也不错，玩的小朋友冒险我最喜欢了。带着大家一起寻找爱神丘比特也很浪漫哦。大吃大喝就是要人多才开心啊。登上月球是大家的梦想。小朋友们，带着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一起出发吧。清楚透明，一二三转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出发了吗？那我们先去什么地方呢？看看小朋友的意见都不统一，那我们看看大屏幕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我们会去什么地方呢？哇，多么神奇的建筑啊！还有美丽的地中海，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对了，这就是神奇美丽的希腊。希腊呢，是一个充满了神话故事的国家。希腊有很多的神话人物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希腊的神话人物里都有谁吗？宙斯，还有谁？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阿波罗。对，在很多的神话人物当中呢，有阿波罗，有维纳斯。寻找我的王子了，拜拜。